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晚嘅天氣報告，我係黃德勤。今日從呢個維港望出去嘅天色方面都比較多雲嘅，今日所以日間嘅時間都係冇乜陽光嘅。睇翻今朝各區嘅最低氣温啊，市區嚟講就係介乎喺16至17度左右，而新界北部再低2-3度啦。咁啊，整體上係介乎喺13至15度之間。由於日間冇乜日照嘅關係，最高氣温上升都比較少啦。咁啊，普遍都係介乎喺18至19度不等嘅。透過呢個衛星雲圖可以見得到啦。喺今日日間時間咧，咁啊廣東沿岸嚟講，主要係受到一啲低雲所影響嘅，所以今日嘅天色方面都係一個多雲為主嘅情況。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就係大致多雲啦，早晚天氣清涼嘅。我哋預計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概只有16度嘅啫，新界會再低2-3度。而聽日日間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啦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去19度左右。風方面係吹呢個和緩東至東北風，晚間風勢係清勁嘅。我哋展望方面，我哋預計隨後2-3日嘅早上嘅天氣仍然都係清涼嘅，大概只有15、16度左右嘅啫。而去到呢個本週後期嘅時間天色會好轉啦，係一個大致天晴嘅情況。今晚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。